純啲啊！志願啊，你聽過志願啊？佢想做咩做咩噶啦，啱唔啱啊？你話知人哋啫。叫做唔准手指指，咁就係兩隊兩隊咁樣對賽嘅，而每次對賽咧係有5 round。陣間咧我哋會出一個題目，譬如我出水果，你哋咧就要為自己諗一個代號。即係都係嗌名，都係嗌名。每局開始之前，兩隊都要夾定派邊位隊員出賽，之後出賽嗰兩位隊員就要鬥快彈起，同埋講出對方嘅代號。最快講啱又冇多手指住對方嗰個，就會得到1分嘅啦。哇！咁嘉琪輸緊啦，佢成日都咩嘅？一蚊都。嘉琪輸緊啦。第一個對賽就係情人婦隊對麗英隊。咁我哋第一個題目咧就係我的志願。你哋志願係咩啊？我嘅志願就係呢一個乒乓球選手。係。乒乓波啦，話乒乓波選手。乒乓波選手。韻律泳選手。哦。咩選手啊？韻律泳啊，韻律 ，OK， 韻律，韻律泳選手，話歪咗唔計啊，韻律泳啊唔勁啊，唔夠 OK。芭蕾舞蹈員，交通督導員，交通督導員，好。坑渠純壽司，係啊，你唔知你冇飛。坑渠純壽司，咩嚟㗎？訓練啲嗰啲老鼠啊、曱甴嘅，你嚟得嚟啊 ？OK， 嚟啊 ，OK 啊。是啊，坑渠純壽司啊，你唔好理。咩志願嚟？我想問成唔成立先？你理得人啫，你志願。純壽司。喂，純啲志願啊！你聽過志願啊？佢想做咩做咩噶啦，啱唔啱啊？你話知人哋啫。OK， 隊友。咁我又話你有本事啊？誒，彩椅收集員。彩椅收集員。好。哇，好難。坑渠純壽司都諗到啊！會常嘅創意已經去到凡人都到達唔到嘅境界。不過你有冇諗過，越係奇特嘅名字，其實就越易記嘅。我哋隻手只要俾自己有一個動作咧，基本上你就唔可以，即係你逼自己可能咁樣或者點樣，係啦係啦，就做。你得唔得？你會記唔到人哋嗰啲啊？唔會啊。我先啊。你有冇信心記得？叫你熟唔熟我熟佢哋。咁得啦，咁你去先。OK。我先，我先。3、2、1。去。哇！佢咩啊？我先，我先。揾到佢拼選手啊！有手指嘅呢個。好喎，佢咁樣啫喎。你呢個係？sorry 咯，我哋聽錯咗，但係你哋講到亂成咁，冇計啦。咁麗英隻手指公真係指咗出嚟啊嘛！手指公啊！好，預備，三、二、一，去！坑渠純壽司，嚟啊！佢完全冇諗過答啊！喂，你唔可以派佢啦，佢搞唔掂啊！靚仔係得，佢仲要問咩話？佢完全唔夠啊！嘉琪，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費重温更多精彩節目，任你選擇。